空气过滤器一样，就像洗圣迹一样，要透过你的空性悲心，还是对三宝的信心，然后又把它转化出去，啊，又把它转化，就像我们念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一个杀人犯，一个魔鬼，南无让他转化，让他生命转化，叫嗡，这个嗡就把不清净转为清净，骂你被灭哄。转为一种大悲心、大智慧圆满的状态，啊 ，Om Mani Padme Hum， 把一个五毒乃至一个十恶不赦的转化为圆满清净莲花上的如意宝，就像阿弥陀佛转化九品众生都可以转化，只要你信，他不要你修，信跟愿，他转化你到西方极乐世界，跟阿弥陀佛清净平等一样。所以大乘佛教的特点在于如此。啊，因为万法皆空，没有不能转化的。啊，最坏的嗔心，最坏的杀业，观业性本空，罪性本空，都可以转化的。那叫透过佛菩萨的转化，就算在黑暗几万年的黑暗，你永远消除不了这个黑暗。但是佛光一亮，黑暗就自然不见了。所以各位只要一直时时刻刻不要灰心，不要失望，不要对立，不要批评，因为任何的境界，包括生老病死，都可以拿来转化啊。所以我们修行人，现在各位啊，准备往生呢，可不可以转为净土啊？可以把娑婆马上转化掉啊。所以我想重点在你有这个信心，有这个愿力啊，来念佛诵经持咒。那所以我想，仪轨百百万种，经典百百万种。那目的呢？看你个人因缘，只要一集一切入，你就得到转化。南无大悲观音菩萨，这是对外祈请观音菩萨，更把自己转化为观世音菩萨。啊，所以当然透过名号，透过经典的思想改变，透过咒语的转化都可以。啊，那各位要时时刻刻。保持如此，但是境界随时都在来，很无理取闹的境界时时在来啊！但是你不要被这些境界转化了啊！一个医生说要帮你打止痛剂，哪里打错了，让你全身燃烧而死啊？那你要转化哦，这是我的业，那我可以转化它啊！因为越痛苦，你才会越念佛，了解吗？啊！所以呢，越刺激你才会越有正念。因为什么？因为一切都是幻化的，也一切有它的因缘的。所以我想，我们人在这个世间呢，就像在一个非常痛苦、危险、恐怖的地方，颠倒梦想啊。但是你时时刻刻转化，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啊，你用智慧关照，你用佛号加持。你用慈悲摄受都可以了，啊，去转化一切，不但转化自己，也转化了众生。就像外面哦，纷纷扰扰，交通啊，市场 shopping， 唱歌跳舞，然后苦海无边，回头是岸，你看到这个就转化了。所以，一个寺庙的清净庄严啊，透过这些境界，你去转化你的心啊，你就忘掉你的烦恼。因为烦恼从这个门跟那个门，不过只是一个刹那一个感受而已。刚刚你被打了，一进来消业障了，这样而已。啊，因为它只是一个感觉而已。但是你不要执着有一个我在被打，有一个他在被打我，有一个痛，这样而已。啊，因为一切都可以改变，所以希望各位抓这个原则。我这样讲的意思是说，很多仪轨我们不会，很多经典太深看不懂啊，很多咒语太长不会念，但是你有心态就好了啊，哪怕一句阿弥陀佛，哪怕一句 Om Mani Padme Hum 都可以。那你知道这个都是在转化自己，透过转化自己可以转化别人，透过转化自己可以转化别人，这很简单啊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先转化你，然后再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也转化对方啊。所以我想，我们可以透过我们的佛性相信，然后让佛菩萨的力量透过我们的佛性就转化对方了。所以不要放弃对方，不要抱怨对方，
不要跟对方对立，也不需要畏惧啊，因为一切在内心里面完成啊，透过内心广修功德，广积资粮，广结善缘。所以你现在如果不去斯里兰卡做做功德，你如果到非洲跟他们众生结结缘，那你将来怎么广度众生呢？所以趁着现在各位有机会，特别在新加坡去国际都市，你可以跟任何一个地方趁，特别是趁他们有苦难的地方跟他们结缘啊，没饭的赶快给他饭，缺钱的给他钱啊，要衣服的给他衣服，对对错错先不要管，结缘啊，就像我们在监狱以前都一直煮素食给他们吃，过节过日就进去给他们办浴佛节啊，报关斋戒啊，送东西啊，只是监狱还要检查一下这样啊，打佛七啊，我以前打佛七都在监狱里面打了，多好，通通是光头，只有男人啊，所以大家很认真啊，但是这样他们就觉得，哎呀，师父什么时候再来？因为他说他在念佛就忘了自己在监狱啊，啊，因为大家很努力嘛，啊，在念佛的时候他找到，哦，原来我可以成佛呢，所以后来他们报名啊，典狱长都说，哦，报名越来越多啊，而且他们认为是好事，因为参加成绩好才肯让你参加哦，啊，你在受刑时间表现好再让你参加，多参加几次就提早假释。啊，因为他们已经找到那种快乐，快乐不见得有女人啊、吃啊、喝啊、赌博啊、毒啊，快乐来自于控制你的心，快乐来自于跟阿弥陀佛连在一起，啊，而且他们生命越苦越相信极乐世界，因为他们的环境不好，他之所以会变成一个流氓也好、造坏，因为他的环境不好，啊，那所以那现在有一个圆满的环境让他们相信了。啊，所以我想各位在这一点，然后我们时时刻刻关心啊，特别是对方需要帮忙，我们就赶快出现，这个叫普门示现。然后呢，啊，借这个机会，所以刚刚在观修过程有一个，你要肉我给你肉，你要皮我给你皮，你要财产我给你财产，啊，明明对方无理一样，但是我借这个假的跟你结缘，让你开发佛性嘛，啊，所以我想。就像他们这些安妮他们都很小就出家了，十一岁还没满十岁，所以他们一辈子就很单纯了啊，所以单纯的外表、单纯的声音、单纯的心现在可伟大了，哦，一两千人乖乖坐在这边听，被他转化，他这样生命有意义了，对不对？我常给他们说，你们在山上啊念给自己听啊，那你到五浊恶世啊，哇，就像在监狱一样，念给他们听，这个有意义啊！就像各位只会念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我以前去监狱打佛七，我带他们去，你只要会念阿弥陀佛就好了，他就跟你念，我们就做好一点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他们就来念了啊！所以我们前面一排都是居士，男居士要女，大家就做得很好，阿弥陀佛，后面就开始学了。所以我想各位，哦，原来佛法没有高啊，没有低啊，他们觉得这样念佛很有意义，在家里念佛打瞌睡，到监狱念佛都不会睡啊，因为有人被我们影响嘛，啊，这个叫大乘的根基，有人被你影响你就很认真啊，就不一样了。所以我想大乘佛教就适合我们这种特别华人，这种不甘寂寞的一堆人啊，喜欢表现自我的一堆人，但是呢透过这个把它转化去影响别人呢，因为把自己庄严好，就像我师父常讲，各位我坐在上面我都很认真啊，在读啊，观修我也很认真，我也可以影响别人啊，那各位了解这个道理，我们时时刻刻透过各种方法去影响别人。那我想讲这些其实说，事实上我们在新加坡也好，我们台湾大家还有一点福报，但是你到外面去看会觉得他们很可怜，但是也很淳朴，但是因为这样佛法就很深入，他们信仰很单纯，但是借这个机会我想都跟他们结缘啊，就像在泰国清莱的部分我们如意法师那边帮忙，然后呢当然在曼谷部分我们也有一个协会啊，那边
多在曼谷多一点，就是对动物的关怀，施食啊、超度啊，啊，作为烟供啊，用各种方法。那因为我们既然讲菩提心，那我们就要对整个，虽然讲法界，但是眼前这个世界啊，所以可以做什么，那就尽量去做。所以各位听我们这样说，就是说我们的出家人他的生命力，既然出家了，那整个生命力就是在服务众生啊。所以我每天都拿个牌位，我就会给念念念念，全部给他念一遍，我自己也随喜一遍啊。然后呢，我发觉这样就好像很容易超度啊，很容易对方会给我打电话说，哎，现在不痛了，现在好了。我觉得这个还是要有功德力的啊，除了佛力，再加上这个功德力啊，那对我们的内心有很大的帮助。所以我们在斯里兰卡那时候也有成立，刚刚讲的就是未婚妈妈的希望之家啊。那现在第二个方法是因为当地的环境，如果我们直接成立有时候很麻烦的话，就是说就像战士法去接触他们比较端正的，需要帮忙就端正，就直接护持他们就好了，以当地人的方法。那我们只要出钱，但是你要了解他们做得很正啊，所以透过当地人的了解，那这样就可以把我们的这个爱心呢融入在更多的地方。所以我们法国有慈悲协会，德国有慈悲协会，匈牙利、英国、加拿大各地方都有慈悲协会。所以我在这边我也跟雪莉鼓励了，我们新加坡还是可以帮忙很多很多的。特别昨天谈的就是说希望大家去学老人关怀，老人学了有一点技术，甚至这边拿一个执照最好，再加上佛法，那我们大家就可以直接去老人院关怀啊。当然将来因缘成熟的话，雪莉说找个地方办一个日间老人院啊，至少他们白天来晚上回去，跟我们万佛寺也有啊。所以各位，我们还没有成立呢，所以你先送到万佛林好了。白天晚上回去，最主要是给他佛法啊，他懂得在临终之前懂得念佛，懂得忏悔，少病少苦，得生净土啊。我想这个是每个人都要走的那一步吧。但是现在这个老人问题已经变成世界问题，所以也因为如此，我们懂得佛法，老人院到处都有，西方国家，我到日本多的是。但是如何让他们这些人员懂得佛法，用佛法来照顾这个老人，那才是少病少苦，所以就可以减低很多不必要的痛苦啊、气切啊那些痛苦啊，懂得念佛，懂得忏悔。所以我想关心别人也是面对自己的问题，你也可以超越自己的问题。所以利用今天晚上跟各位谈了很多实际的问题啊，那我想各位在周遭左右有很多实际的问题你要去关怀的啊。那对方的小朋友虽然环境很好，然后呢不好教，或夫妻关系不好，各位你一定要参与，你不能说啊这个跟我没有关系啊，多给他回向，有机会跟他讲话，告诉他们夫妻相处的方法、儿女教育的方法、照顾老人的方法。甚至很多老人对儿女、对媳妇不甘愿、抱怨啊，所以那你要用什么样佛法的观因果观？所以这些各位都要主动关怀，而不是说你要会才会去关怀，就是我不会，我要想办法，那么跟他回向去找答案，请求诸佛菩萨加持，因为这就是你的功课啊。所以文殊菩萨讲了，因缘就是老师啦。被你听到，被你看到，被你知道。所以现在有很多医院认识我，他们只要有往生者就传给我，英国的、美国的，我的手机要念到天亮啊！所以要帮忙帮忙啊，把手机也转给你，英国的给你念，美国的给你念，大陆的还得了，念不完啊！那我这个人又热心，我想说知道了就是妈妈，我要写牌位啊、超度啊、念啊，我都念到沙哑啊，所以牌位越来越多，但是就越来越努力。但是我认为都是缘分呢，因为我认为找得到我的都跟我有缘，不然找不到我啊。但是我尽力就好，但是我认为尽力也不会，反正都是因缘排得好好的啊，一切都会好。但是
就是尽力就好。当然如果能够把佛法这么好，但是跟我有缘的不多，但是各位你要透过你的语言把佛法给他们，因为他们又老又病，家庭问题，儿女问题，那有了佛法才可以帮助世间所有的一切啊，用因果关系，用超度，用冤亲债主，用忏悔。所以我讲到这个地方，各位只要身体哪里有病啊，你就赶快写一张牌位，你不要认为说、啊、这个病可能坐太久，我跟你讲都有众生的啊，一下你脚痛，一下你膝盖痛，坐在这边都有众生的啊，你就给他写一张牌位啊，跟随在我膝盖上的受苦亡灵，那、给他取个法号。这个法号如果你不会，你认为他是女生就加个慈，你认为他是男生就加个圣人的圣，这个有传承的，你再加一个字，然后就把你今天功德给他啊，或者发愿替他点49盏灯啊，念七部心经啊，那你就发觉，当你知道他存在，给他写个牌位，有个名字，哎，痛就停了。然后你再给他超度完以后没事了啊！所以我想各位，这个你要你的生命你要自己知道，你才会有经验。像我哥哥得癌症，他很紧张啊，要死了，结果三昧水忏决定拜，然后忏悔一下，我说你再去检查，我是我哥哥跑回来，医生说零，指数为零啊，他也觉得他有没有搞错啊，我说你到到别的医院再查查看，因为冤亲债主一超度，他真的就是恢复零，连开刀都不用啊！医生也觉得哇，我失业了啊！你找哪一个医生？佛陀，佛陀啊！所以我想各位做替身也一样，做替身也很准的，你要很认真啊，念念啊，哎，就觉得舒服了，对不对？所以我这样讲，我不是带各位迷信，我只是各位自我疗愈，自己改变自己。啊，用你的心跟他对话，用你的行为感动他，你就跟他结一个缘。但是我现在我不关心自己痛，因为我认为我这个痛都三分钟五分钟就过去了啊，因为我已经太有信心了，只是我很关心对方现在离苦了没有啊，这个比较重要。而且我现在更关心不是他离苦，还问说，我还问他有没有去净土，哎，因为念老半天有没有去净土，我至少多送一个去净土了，我很高兴啊，那对我来讲，我只是一个一点点的感应，偶尔不方便一下这样啊，所以我想这一点啊，每个人都有啊，只是因为你习惯了那个酸、那个痛、那个痒，然后你都认为是老毛病，那不是老毛病，那是心的众生啊。啊，你今天来参加法会可能好了，再过三天，哎，这个脚又有一点问题，你又重新给他写一张牌位，那就给他，你会觉得好有意思啊！我这个身体啊，还可以度众生呢，啊，还可以让众生超度，这也是一个很好很好的方法。好，电视台的存在代表佛陀的教法及慈悲，让大众能够感受到。感谢各位收看生命电视台，也愿大家多护持生命电视台。护持账号：19965232，19965232，户名：生命文化基金会。大家好，我是指挥中心疫情监测组组长周志浩。校园是学习知识的场所，请落实防疫措施，为孩子建立安心的学习环境。请家长注意孩子的身体状况，发烧或身体不舒服时，要赶快就医，并且在家休息。也请大家共同配合：第一，保持教室通风；使用空调时，对角要各开一扇窗，并注意环境清洁；第二，餐点分配请由固定人员执行，打赛前请量测体温，清洁双手以及佩戴口罩。第三，搭乘学生交通车或大众运输时，也请记得佩戴口罩。校园防疫不松懈，安心学习有保障，让我们一起努力守护孩子的健康。
太湖山下面有一个军人公墓，那每年的清明节啦，政府他们会派官员来做一个扫墓的动作，来祭拜这些就是为国家有功的将士，然后来做一个祭拜的工作。通常都是元首过来啦，那如果元首没有过来的话，他们会派一个人过来，那我们的指挥官跟副指挥官还有参谋长他们都会出席。对，这个以前我在当兵的时候都有参加过，就是有功绩。脱下裙子，脱下衣服啊，军衣，然后呢，真实的啊，往这西方极乐世界啊，来得到这个无生法忍，同时啊，花开见佛了啊，证得这个所谓的佛的果位啊，然后成为成就阿弥陀佛做的莲花，来来去去啊，可以帮助更多的所有家人啊，现在还在世间的所有家人都可以得到你的利益，所以劝所有军人啊，不要在这边，不要认为军人很了不起啊，去极乐世界成佛才是最了不起的，所以劝所有都会。往下放下万缘啊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。我的爱来金门吼，就是较早阮老公有来遮做兵，啊做兵迄阵啊吼，当咧战争，啊战争啊足严重诶，啊大家想讲吼，迄战争啊严重，当咧八二三阵咧炮战，唔当无通转去啊。啊，即马有转去，啊，大家真怀念，啊，怀念讲哦，要来遮看即个金门迄所在安尼，啊，以前啊来遮做兵哦，足艰苦的，啊，我真怀念遮安尼。这一次吼，这边嘛是，这音乐嘛是较特别啦，因为以前阮母啊，就是拢讲吼，以前阮爸伫遮做兵，八二三炮战嘛，八二三炮战，迄阵真正是枪林弹雨，枪林弹雨，迄阵，我爸想说没命回去了，但是回去又生了我跟我弟弟。那时候我就一直想说有机会就来这里。那杜阿赫哈，我们来这边也法会，然后想说来家做师父，他教我们的烟狗，所以我来的时候就去公墓区啊，军人公墓啊，也是替我爸爸跟他那些以前八二三炮战往生的同袍师使啊，做一点功德，也算是了表我爸爸的一点心意。因为他以前就这样子，他有活着回去，但是有些同袍就是死在这里，那死在这里，就帮我爸爸替他那些同袍结一下这个缘，但希望他们可以往生极乐世界，这样子。山后民俗文化村，它就是经过战争的洗礼，那个时候很多的一些村庄然后道路都被炸毁，那后面修复的话，山后民俗文化村就是那个附近的居民呢，他们就把他们那边的特色闽式建筑都有保留起来，就变成一个闽式文化的一个村庄，所以就叫做民俗文化村。那里面就是有一些居民就住在那个闽式建筑里面，做一些当地的特色的，比如说风师爷啊，然后还有炮弹的那个文艺品，他们在那边贩卖这样。所以民俗文化村也算是一个是闽式建筑的特色。你仔细看的话，它的房屋的屋檐啊，其实有一些是不一样的。假设有燕子燕尾的话，这一户人家是做官的，仔细去看的话就会有这差别。地藏公园跟药师公园那边是可以做烟供的，也可以参观。就是当时就是有一个风水师啊，然后他在金门这里赚了很多钱，然后他想要盖一个地藏公园这样，然后让大家了解就是佛法的利益这样，所以他在那里建设了很多的菩萨像，然后还有地藏菩萨的各种形象，非常值得一去。不要不管他，你都不管他，你干的。
镇云门，慈悲高群，金高群，金高群，金门县内，金门县内，境内境外，境内境外，愿我功德群，安养四化，皆非软弱，所有有情众生，每天往生中一生，自身有千中一生，过去被杀的归无命，若生不亡于生前过程中。地藏公园里面就是依照地藏经里面所讲解的、每一品、就是有五毒鬼王、那个二毒鬼王、夜鬼王，然后还有诸大菩萨，还有佛菩萨。然后这片墙呢，过去是整片墙就是地藏经，只是说因为可能时间久了、那个字不清楚，对，然后还有古门品，就是请书法家写一写，然后把它刻起来。药供也是一种慈悲，在藏传的莲花生大士，他推崇的是火供跟烟供，然后我们是特别慈悲啊，用药供。过去也有很多道教的，他们讲说用这个药啊，用水去煮，煮成药水，或是给这个亡者，让这个亡者得到这个药之后，在他还没往生之前，身上有病的这些众生啊，都能够病苦消除。但是透过药师佛的加持，那个中药啊，可以透过用火烧的方式，把那个药气啊逼出来，可以用水煎，可以用火烧，然后我们通常药供是用火来烧，然后把这个药的药性啊，让它飞得更远，让更多的众生啊可以闻药而得医治，然后透过药师佛的加持，透过法会的加持，这样的话，让更多众生可以消除他的身上的痛苦，或是伤口都可以恢复。所以药供也是一种很大的供养。弘忍此功德，普及一切，我等等众生，皆供成佛道。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大愿力照王菩萨，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，诸尊菩萨摩诃萨，摩诃般若波罗蜜，一切满愿，嗡不吉达，嗡不吉达，不得吧，不得吧，大愿力，大愿力，嗡不吉达，嗡不吉达，不得吧，不得吧，大愿力，大愿力，嗡不吉达，嗡不吉达，不得吧，不得吧，大愿力，大愿力，地藏塔，地藏塔，观世音菩萨，观世音菩萨，阿耨多罗，阿耨多罗，那也错。